在第六课中，我讲到酒用可以分为两类，错笔和乐风是书写动作，其他都是调锋动作。毛笔和硬笔最大的不同，就是要一边写，一边调锋。无论是书写还是调锋，关键是掌握笔心，笔心为帅。我在15课讲到用腕，摇腕有三个基本位置，这就是左、中、右。当你抓住笔管，实际上就是抓住了笔芯中轴。当你摇腕，也就是调整笔芯的方向和位置。手腕移动，必然会反映到线条上，留下它的痕迹，这就是节点。节点有很多种，我先讲简单的明节点和暗节点。所谓明节点，就是一眼可以看得到的节点。举个简单的例子，如两面换起笔，就会产生一个节点。顺便说说，看节点最好就是画它的经，看起来就比较清楚。如果线条肉多，就不容易看。像王羲之这个一字，他的起笔就是两面换，有一个明显的节点。如果是三面换起笔，那就表示你动了两次手腕，那就有两个节点。只要你理解这个道理，其他都可以类推。如果是一根弧线，有没有节点呢？弧线表面上看起来很光洁，但是要写出这根线条，手腕同样是左右，只要你动作缓和一点，写出来就是弧线。弧线同样产生一个节点，只是表面上没有痕迹。古代称这种节点为暗过。暗过这一名称最早在托名衍真卿的《述张长史笔法十二义》一文中出现。这是张旭和衍真卿的师生对话。张旭先问，又曰：“转轻尾曲折，子之子乎？”转的轻，称为曲折。这里曲折意思是弯曲的折。于是衍真卿回答曰：“岂不为勾笔转角折锋轻过，以为转角为暗过自谓乎？”长史曰：“然。”没有痕迹的转折，看不见明显的节点，这就是暗过。正如清代汪云
书法管见说，转折一顿无机，古人为此暗过。这里要注意，汪云所说的顿只是按下的意思，不是九用中的顿笔。所以这句话可以删除一顿两个字更好，转折无机，古人为之暗过。清代朱和庚《临辞新解》这样说，然便捷须精熟，转折须暗过，方知则猜古自妙。则猜古书法论著中经常提到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原来古人所说的则猜古，就是形容圆转。古人盘法就要用到簪和猜，簪是一股，就是一个角，猜是两股，两个角。头发要盘起来不散掉，要插入几根簪钗。你看日本头饰会中可以看到妇女头上插了很多钗，比中国的钗大很多。可以想见，因为经常使用，钗的骨角会弯曲，从直线变成弧线，所以古人用折钗骨来形容弯曲有力而没有角。这里的折就是弯曲。明代李日华《周览书论》这样说，折钗骨，钗骨弯曲，无归角而有静气，此与转笔处得之。转弯有力却没有角，这就是折钗骨。圆转也有接点，只是隐藏在线条中，所以称它为暗接点或者暗过。弧线的线条外表看起来很流畅很光洁，如果转得硬一点快一点果断一点，接点就外露了，暗接点变成了明接点，这样圆转就变成了方折。简言之，明接点是折，暗接点是转，古人用折钗骨来比喻之，二者都是反映手腕动作的。永字八法中的弩，行笔中间就动了一次手腕，那就有一个按接点，写出来就是一根弧线。至于永字八法最后一笔折，行笔用暂行，如果行笔手腕来回两次，那就会产生三个接点。我跟大家讲过，在西汉和东汉早期，碑刻上的九号线还是直线多，说明当时不懂用腕。到王次仲创造楷法，
出现了波士九号线这个钠地，由直线变成了弧线，且弧线要动手腕，手腕运动是左右。你看东汉后来的隶书碑刻钠笔都转型为弧线了。至于真行草书，那更是考验用腕的功夫。在永字八法推广后，九号线往往包括两次来回。你看苏州博物馆所藏文征明《游虎求诗》中的字，九号线就是这样的。这几年在书画拍卖市场上出现了一些标为文征明的作品，猛一看确实很像，但仔细一看不对了，问题不少。其中之一就是他的九号线就是直挺挺的，没有接点，也就是王羲之所批评的平过。这位作假者只在字形上下功夫，对用笔不了解。分析用笔习惯应该是书画鉴定的重要标准，比看气韵还要可靠。第二，接点的离合。这是王羲之《兰亭序》中的一字，起笔两面画，手腕扭动笔芯，在久用中是逆风，逆风产生一个接点，这很容易理解。但收尾就比较复杂，一来一回写了一个小圈，这时手腕一左一右动了两次，是不是应该算作两个接点呢？不是，它虽然包括两个动作，但叠合在一个地方。九用中把这两个动作合并称为顿笔，所以这个小圈应该看作是一个复合接点。又如我们讲过的蚕头起笔，就是转两个圈，这是手腕下上左右动了四次，是不是算四个接点呢？如果真是那样就太复杂了，通常还是看作一个复合接点，包括了下上左右四个动作。毛笔虽然是软的，但是要扭动它的笔芯不是容易的事，有时候一次调锋觉得不到位，那就要重复做一次。在二十三课中我提到阴符经这两横的起笔是四面画，其实就是做了两次两面画，成为一个复合接点。收笔也可以用这种方法，你看这个意字上部的收笔就用了两个折，两次摇动手腕，
在王羲之的作品中，这种情况不少。风不正不行，没有调节好笔锋，是不会给予行笔的。这种方法也可以用于组合笔画。如自咏这个心字，折角就是摇动笔心两次，比转圈要快得多。用唇锋把笔画连接起来时，也会产生复合接点。譬如一横和一竖连接起来，一横是顿笔收尾，一竖是两面换起笔。当用唇锋把它们结合在一起，就成为一个复合接点。这种方法一可以用于横笔和竖笔的结合，二可以用于一横和一浊的结合，如宝盖头的右脚，三甚至可以用于横笔和飞度虚笔的结合。这种时候接点的叠加是为了转变方向。你看这个二字，第一横写好，要往下飞渡到第二笔的起笔处，但如果第一横用顿笔收尾，那方向就是向上走的，连不到下一笔。一个很简单的解决方法就是再加一圈，这样一来方向就改过来了。你仔细看自咏真草千字文这个亮字的一横，这收尾上面有一个角，怎么会这样的？就是用了刚才的方法，是两个接点的叠加。你看叶字这长横的收尾就比较清楚了。要记住虚笔也是大圈经的一部分，它的起笔如果有一个经结，牵丝就容易写好。金字这长横收尾带出了一点牵丝，箭头所指的地方就是牵丝的金结。正因为在这个接点上调了锋，所以笔锋就收尖了。把自咏真草千字文仔细看一遍，可以发现这种复合接点用了很多次。这个言字的两个接点比较分开，看得特别清楚。简言之，复合接点往往包括几个手腕动作，复合接点一定是名接点。现在你看王羲之《兰亭序》这两个一字，大约可以看明白一点了。收笔的接点左面这个没有角，只是用顿笔收，而右面这个上面多了一个角，顿笔字后加多了一个圈。正因为这样一来，所以产生了一个角。
第三，接点的分离。我们使用的是毛笔、墨汁和宣纸。如果你在宣纸上某一个地方做很多动作，把几个接点叠加，那么这个地方必然墨多，不但容易硬化，甚至可能把纸弄破。那该怎么办呢？办法很简单，就是把叠加的接点分开一点，转圈，避免在一个点上。这样一来，墨汁就不会聚在一起了。你看，智勇争吵千字文正是这样做的。又如吴昌硕《临石鼓文》，他经常用蚕头起笔。蚕头是四个动作两个圈，无论是一横还是一竖，他把两个圈都分得很开。还有一个办法，就是把两个接点放置，一高一低，这样也是很有效的方法。你看，音符经中就有这种手法，如这个地字，右面的一折，转角处两个圈，也不是重叠的，而是一高一低。我把水平移动一个接点，称为丁字形放置。把一高一低这个方法称为十字形放置。因为书法中的十字就是这样写的。这是王羲之《平安帖》中的十字，可以清晰地看到淳风的笔迹。今天的练习，你可以写横竖一折，可以写一个丁字，最后写这个十字。通过这个练习来体会接点的重叠和分离各种写法。